恭喜英皇娱乐演艺创意学院的成立啦，好开心可以有一个咁好的学院，可以俾而家嘅年轻人咧，如果有兴趣加入我哋演艺界咧，都多一个选择，可以去嗰度咧，佢有好多好唔同嘅科目，咁我谂有各色其色都啱你哋嘅选择嘅，咁你哋有兴趣嘅你去参加啦。首先恭喜英皇娛樂咧演藝創意學院的成立啦，咁啊，我哋終於夢想成真啦，因為我一直都希望開一間以幕後為主的學院嘅，咁啊今次能夠成立咗啦，咁我希望所有嚟就讀我哋嘅學員能夠真係努努力力去讀，因為我哋真的好多好多嘅專業嘅顧問同埋資深嘅導師教你哋噶，咁希望你哋嘅學業有成，能夠有機會咧俾我哋，如果你成績優異我哋會選中你成為我哋嘅一份子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在这里我很衷心地恭喜英皇娱乐演艺创意学院今天在这里成立，创作的生命是萌芽的，演艺生命也是萌芽的，能够把握这个机会是 很用心地努力和发挥你们的天才。咁我知道咧，喺今年嘅四月咧，有一样盛事嘅，就系英皇娱乐演艺创意学院咧，就会正式开幕噶啦。咁啊，好希望呢间咁多才多艺嘅学院，可以培养出更多更多唔同无论系幕前或者幕后嘅人才。咁我亦都喺度预祝大家学业进步。